大家好，欢迎收看《周一的赢家攻略》，我是魏国庆。这个台股今天呢，应该说是多空两样情。基本上往好的角度讲呢，那今天这个台股啊，大盘本身呢还是顺着五日均线在往上走，但是很明显的，今天盘中的高点来到月线的反压哦，来到月线那个地方被打回去。那各位要知道，其实这个盘呢、啊，到明天跟后天这两天呢，会进入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阶段。怎么说呢？ 如果台股哦能够稳稳地站在月线之上，那我恭喜大家。那五月下旬到六月初啊，那台股是还有一段行情可期的。但如果说从明天开始呢，在月线这个地方出现中长黑打下去，而且重新还贯破十日均线的话呢，那大盘这个地方。 等于说往下呢，要重新进入一个这个振震荡整理哦，所以这个盘未来一两天非常的关键。那另外就是说，这个因为今天的盘面呢，各位大家，我想今天如果你有看盘的话，你就知道，今天台股的盘面呢，几乎全部都是五十块以下，甚至二三十块、十几块钱，或是鸡蛋水饺股在那边撑盘。今天 OTC 涨停的股票，清一色全部是五十块钱以下的。 这种盘势啊，讲难听一点，叫做叫做既凌乱又投机。那你那你认为这个台股能够靠这些鸡蛋水胶过来来把大盘这个往上撑个几百点吗？好了，所以就说这个盘进入一个非常关键的阶段。那再来盘是怎么看啊？就微博我先跟大家做非常详细的分析。来，好包来，先从大盘开始。这个刚,刚讲过了啊、哦，其实今天这个盘呢，这个原则上哦，说往好处讲的话呢，那今天加权指数还是顺着五日线啊、哦、再往上震荡走高。 但是盘中的高点啊，这条红色这条这个是月线啊，但是碰到月线这个地方呢，被压回来，所以今天的盘为什么变得非常的狭幅？因为今天的盘呢、啊，上面有月线的压力，下面有五日线的支撑，所以走出一个非常狭幅的一个一个 K 线，而且 K 线本身呢，就是有有点类似于一个小十字线这个样子。 所以在这个地方，那我就我就刚刚就提醒大家喽。那这盘明后天呢，变得非常非常的关键。如果明天以后呢，哦，这个台股能够以这个中红以上的的红 K 棒啊，能够真正能够稳稳的突破月线的话，那我恭喜大家。那五月下旬到六月份呢，台股一定还有一波行情可期啊、哦。但如果说在这个地方明天以后啊，被这个中黑以上的黑棒呢再往下打，而且各位注意哦。 我特别刚刚有提到十日均线这条蓝色这条在这个目前就在差不多一万六这个地方。那问题是如果说这个未来一两天呢、啊，如果说这个台股呢又出现中黑以,以上跌破一万六千点或者跌破十日均线的话呢，那台股啊，那基本上哦，那还是要在这个往下做这个震荡整理啊、哦。所以这个地方会变得非常非常的关键，这第一个重点。那第二个重点就是我刚刚谈过了，今天这个盘呢，虽然说这个还虽然说还小涨了这个十一点了哈。 但是各位说真的，今天这个盘面，如果说你有看盘的话，你就知道哇，尤其 O C O T C 那边，涨停板的股票全部都是五十块以下哦，这个二三十块了，十几块，甚至鸡蛋水饺股。各位我说真的了，这个我我我呼吁多头了哈，如果在这个地方啊，真的想往月线以上去攻的话哈。 那就把这个资金呢、啊、好好的放到这个电子的全子股里面去啊、哦。那如果说老是搞一些这种什么低价股啦哦，或者这种奇奇怪怪的股票在那边搞的话呢，那你认为这个盘能够上得去吗？哦，所以我想这个地方，这个多头千万不要老是在搞这种什么什么低价股一二十块的股票在那边沉盘我想这是个重点，因为说实在的，这个盘面上越是这种低价股在这边活蹦乱跳啊，那真的，一般哦比较这个这比较这个。这比较这个 正常的资金，或是比较这种比较喜欢，就是比较做中长线这个投资的资金是不会进来的哦，因为毕竟你说这种这种鸡蛋水饺股，你说有有几个真正的法人，或者说这个真正的这个。 啊、哦，比较有钱的这些投资人愿意在这个地方买这种股票哦，所以懂这意思吗？所以我这个来讲的话呢，投这个多头不要乱搞一通哦，我讲这是重点所在。那所以这个明天以后，因为今天说真的，今天的电子真正的全指股都不强，对不对？那甚至很多一线的股票，本来这个上个礼拜五强的，今天也都转弱。 所以这个明天以后啊，这能、个、能不能攻月线以上的话，其实电子这些一线的股票啊，当然不见得是只有全资股了，不是说只有台台积电这一些，而是这个电子股里面啊、哦，这个大产业里面呢，各个小产业的这个一线的一线的股票，应该要重新表态啊、哦。如果能够重新表态的话呢，那这个加权指数能够稳的站上月线去的话呢，那后面才有一段行情哦。所以我想这个地方呢，多头要注意一下，各位，其实这个说真的啦，到今天为止啊。 这个虽然说这个大盘是算是基本上算是碎步震荡走高了，但是为什么盘面上的这个强势股呢，都是一些一二十块钱这种，这种几十块钱这种股票，这个而且很多是没有成交量的股票。说穿了，就是因为说真的啊，因为毕竟呢，我还是跟各位各位谈一个重点，就是说，不论这个日线本身呢、啊，在短线上，反正我就讲，各位如果说你。 你要研判大盘的后市啊！如果说你只看月线，呃，只看日线的话呢，反正日线图就是不外乎就是涨涨跌跌跌跌涨涨涨跌跌跌涨涨，对不对？你光看这种东西的话，你也看不出一个方向所在。所以我特别强调，说你还是去看看这个月 K 线比较重要。那反正这个台股呢，这个经过过去两年的大多头之后啊，在今年的四月份啊，那那个加权指数一跟这个中一中长黑呢，跌破了这个年线啊这一条之后，各位你知道其实。 如果说一个行情是个多头市场的话，基本上。 大盘不会跌破年线的啦，就是偶尔跌破一两天，一定赶快拉上去。像这种四月份跌破以后，到现在整个五月份啊，这个都站不回年线的这种走势的话呢，那基本上我一直跟你讲，那这个光看月 K 线本身都已经告诉你这个地方再做一次比较中期的回档修正，为中期回档修正的幅度是可以很大的哦。哦尤其这个地方像过去我一直讲过去以来哦，这个每一次当这个月 K 棒月 K 棒跌破了这个年线之后呢，基本上后面都是一次所谓的空头市场。 只是说这个跌的幅度有多大而已了哈，是这个样子，好吧？所以这个目前五月份情况也是这个样子啊，所以这个未来一段时间特别注意一下。那如果说整个盘面上呢，还是用这些低价股、这些这个投机股在那边，这个这个在那边承盘的话呢，那这个我想不用我讲，你大概也知道啊、哦，大概台股是什么走势。李贵，其实讲到这个地方啊，最近这个有一篇这个文章哈，我倒是这个。 然后出来给大家看一看，因为这个是报纸上登的啊，这是这个倒不是我讲，因为因为是我本身这个我我已经从了很多的角度，从技术面、从基本面啊，从这个各国就是各国央行的这个货币政策啊，都跟大家谈了很多了。就说这个地方啊，基本上啊，因为这个之前哦、啊，这个各国央行这个腐烂撒钱嘛，所以造成一个一一一一个大多头市场。可真的从这个今年三月以后，从费德率先去这个。 这个提高利率啊、哦，而且这个去六月份开始要紧缩货币开始，所以这个地方是一个这个货币政策啊、呃、收一个紧货币政策紧缩,缩的开始了哈、哦，所以这个地方，那另外呢，这个这边有篇文章，我想各位你你也稍微看一下，这个这是今天报纸上出来的，那我觉得这个这一篇文章其实非常的重要，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大概把重点念给你听了哈、哦，就这个上个过，去不是上个礼拜五啊，估计上个礼拜五的美股啊、哦，其实前半段是往下杀的。 到了最后两个钟头呢，才开始往上拉，尤其是在这个道琼跟这个 S N P 五百这个地方。好，那重点就来了，这个 S N P 五百啊，这个你就看哦，S N 5五百在上周啊，这个逃过熊掌，好、哦、暂时未跌入熊市。那这个东西就是刚好在上个礼拜五，其实上个礼拜五在前半场的时候，标普五百曾经呢、啊、盘中一度已经跌了超过二十，就从高点下来，一度一度有跌破二十个 percent，但是尾盘拉了上去呢，所以暂时就是没有。 以礼拜五的收盘来讲是没有跌破二十个 percent 的，所以这是为什么所谓的这个哦，暂时逃过熊市是这个意思。 但是这可能只是迟早的事啊、哦。那美国这个美国市场的很多这个分析师啊，跟这个教育已经讲说，就是这一波因为通膨啊、哦、供应链断裂的关系啊、哦，这个央行紧缩货币啊这几个关键性的问题呢，所造成的这个跌势呢，可能还没有触底哦。那预估至少呢，将跌到十月。为为什么他们会讲到十月这个东西啊？其实这个东西我在四月份我就跟大家讲过。 这个各位，这个其实在四月份，当这个台股在跌破年限的时候，我就讲，我说这一波的修正哈，我个人认为呢，这个修正的时间少则半年，多则到明年。我老早我老早我四月份我就在谈这件事情，那少则半年，你看，那你从四月份，你从四月份去抓半年的话，那不就是到今年十月份嘛？那。 甚至如果说这个时间拖得再长一点的话，就是到明年去啊、哦。这个东西我我我其实我老早就讲，那这篇文章呢也刚好也在提到哦，就是连美国这边的很多的分析师也认为，这一波的跌幅呢至少将跌到十月份啊、哦。那。 为为那为什么会至少跌到十月份呢？因为我说，因为这个东西，我四月份就跟大家讲过，我说因为，你从目前这个费的这个说这个升息跟缩表的整个的进度表来看，因为他们这个时间呢会拉到明年的上半年去，我拉到最最最少就到明年的上半年，那如果说它的时间是拉到明年上半年的话呢，那我们就算哦，就算说这个。 啊，股价领先基本面，率先反应，就是说，好、啊，譬如说股市先跌，哦，那非得就去升息缩表，說高高高。那搞到这个这个就是这个股市先跌，跌到也许一跌到，到譬如说十月份或十月份开始率先开始开始筑底。各位你要知道，跌到十月份不是说跌到十月份就上来了，可能这样就开始要要开始做筑底，因为通常这个比较中期的大修正之后啊。 那个那个行情不会马上一两天弹上去的了，它一定要在地在某个地方要反复的打底啊，把这个重新把一个新的一个中长线的底打出来之后，才会走下一波多头。那所以这个再怎么样的话，大概最少都是到十月份去了，就是我这符合我跟大家当时我谈，我从四月我就讲，我大概起码先看到这个半年以上吧，哦是这个样子。好，那这个而且重点是其实啊，这个虽然说标普呢在三个礼拜五。 上个礼拜我还没有完全的这个跌到二十趴以上，但是。 以，但是那个纳斯达克呢，其实从高点回跌了，已经呢、啊、跌了三十个 percent。哈、哦，其实老早就已经陷入所谓的空头市场。那这个标普呢，因为标普里面有很多，就是什么这个，比如像传产股啊，哦，什么很多其他的，因为这个包含到很多像食品什么其他的，所以就是说这个它的速度是比较慢一点啊、哦，是比较慢一点。那这个巴隆周刊，各位巴隆，我想如果你你了解美国那边哈，其实巴隆周刊算是在美国投资界里面是一个已经。 发行很久而且非常权威的一一个刊物哦，那如果像我们在美国念书的时候的话，基本上这个也都是股市都是看巴隆，这个这个去查个股的那那些资料，但里面资料非常非常的周详细，好吧？这个美国银行呢有有一有一个这个策略分析师的团队啊、哦，那个哈内特的一个策略分析团队，那这个他们他们这个团队呢分析过去一百四十年以来哦。 美股的十九次的这个熊市市场呢，发现呢、啊、下跌的平均时间呢、啊、要持续两百八十九天，国际那边已经已经,、那个这个、已经就是一年了，那个这个东西就已经就是一年了。那所以我在讲，我说我说我说半年已经是已经算是最乐观，已经算是最少最少的时间了。其实这是他美国过去这一百四十年的十九次空头市场呢，平均时间已经将近快一年哦，两百八十九天了。 而且平均的跌幅是三十七，是超过三十七个 percent。所以你既然超过三十七个 percent，你看不管就是算以这个纳斯达克，就你说跌说跌到将近三成，其实还早嘞，对不对？那这个若以标普还不到两成的话，那后面还还有一段距离嘞哦。所以以此推算，哦，今年一月初哦，那美股其实美股对当然美股或是像台股都是从一月份见到最高点开始往下杀了。 那所以这个以此推算的话呢，那今年一月初啊、哦、开始下挫的美国股市，台股也是啊、哦，一月份见到一一万八千六百多点最高点嘛，那至少要这个到十月十九日啊、哦、才能走完所谓的下跌循环。 他这个十月十九号指的是这个了，就是、说那个平均天数大概两百八十九天，其实已经到了，就是已经进入到年底去了嘛。那这个哦，那这个、而且标标普呢也将从这个先前的那个高点四千八百一十八点，要回落到差不多三零二零年这个地方啊，才满足所谓的历史的平均跌幅，好吧？所以你,你看你看，光从这几段的文章来看的话呢，其实都在告诉你，就是说这个。 不论从任何的角度来看啊、哦，目前这个美股的跌，虽然说，但是哇，这个这个倒酒已经已经跌这么久了，跌多又怎样？各位，我就讲嘛，这个你你看呢、啊？我说从你你光从这个月 K 线来看，我之前不是跟你讲嘛，我说你看你光看这个，在二零一五年哦，二零一五年那一次的那个那次的空头市场，在这个地方啊，你看当这个月 K 棒跌破了这个年线之后，你看它它跌了多久？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就是跌了将近十一个月之后啊，才开始重新啊，月 K 棒重新站上到年线之上，开始起一个多头嘛。这已经走了将近十一个月，等于修正了十一个月。 那时间上来讲，不就就将是一年的时间吗？那这个地方哦，在二零一八年这个地方呢，有有过一次小的一次比较小型的空头市场。那它它跌破这个年限之后，也走了一二三四五，对，是到第六个月哦，才开始又重新站回到年限之上，才开始呢走了下一波。看懂了吗？哦，所以这个地方来讲的话呢，时间都很久了哦，时间都是很久。那这一次是就是因为这个两年前不是那就是开刚开始那个。 所谓这个疫情刚开始嘛，所以那个时候那个时候的跌是它比较不是个空头市场了，但它毕竟它但它也是狂跌之后啊、哦，而且你看跌破跌破年线，甚至呢最低点杀到十年线。各位你要知道，其实一般来说了，各有件事情，其实这个如果你你在台股待得够久的话，或是你真的对这个台股的研究够够透彻的话呢，其实有一件事情哈、哦，大大家心知肚明的、啊，通常每一次这个当这个台股啊，这个从空从多头市场哦。 跌破了这个年线之后哦，回头做修正，基本上呢，大概那个那个所谓的这个中长线的底部区啊，都是回到所谓的十年线，就是最下面这一条哦。回到十年线的话，大概才是整个空头市场的结束的位置。你看当时在这个二零一五年有没有打到十年线，开始收下影线之后呢，就在差不多十年线哦之上震荡震荡，而且两有两次都打到都跌破十年线收下影线，才结束了这个所谓的底部的这个整理的形态。 开始拉上去，那你看这个，尤其在有那个当时有没有？二零二零年三月份，二零二二零二零年三月是当时那个疫情之后，最深也是杀到有没有跌到十年线哦？跌破十年线，收下影线，才把那一段的跌幅啊，整个的结束掉。所以，跟你看的时候，就是说，基本上，十年线是一个空头市场真正结束以后的一个位置。 那如果说你要说我们要是把这个经验拿来现在来用的话，哇，那不得了了！鬼，你知道现在十年线呢才在一万零八百点这个附近呢。那如果说要上这个地方的话，你看这空间有多大？我当然，韦国清，我不是说这个台股这次一定要跌到一万零八百这个地方。因为你知道，因为目前十年线它是以一个上升的角度在往上走了。当然，所以就说我们只说以今天来讲，十年线是在一万零八百这个附近。 那当然，但是问题是股股市这个涨涨跌跌，涨涨跌跌。当然，这个十年线它会往上做移动了哦。那到了，终究到了什么地方，那是以后的事情。但是，我只是提醒你，我只是提醒你哦。一旦股市进入一次这个空头空头市场，或者进入一次中期修正的话，你看看那个底会坐在什么地方，这是一个哦非常令人这个呃这个这个做的一件事情，好吧？所以各位，今天我讲讲这些呢，我是希望说提醒大家在这个地方，你不要这个好像。 看这个盘，好像一两个礼拜没有创新低啊！现在市场上一一片又是告诉你什么啊？呀，什么逢低买进啊，什么又又每天都在涨停板了、啊，有没有？哦，我跟各位讲，我我一再讲，一个真正能够带一个真正这个替会员着想，一个真正能够带你啊长久赚钱的分析师啊，不是每一天来节目上都在告诉你这个地方是个买点啊！这是这这是件非常奇怪的事情。这个股，因为尤其是因为这个这一次，尤其是这一次，因为过去这两年呢、啊。 这个多头市场，这个走的走的多头的力道非常的强劲，那因为很多的投资人都是过去这两年才进到股市里面来，所以很多人你没有看过什么叫中什么叫中期大回档，什么叫空头修正哦，所以只是总总觉得说好像股票买了以后就就抱着就对了，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观念我我也在讲，这个如果进我从民国七十六年我就进股市。 那我进股市过了两年多之后，就碰到台股第一次最大的空头，就是从一二六八二有没有跌回二四八五，跌掉一万点的那一次。所以各位啊，在股市里面，如果说你没有经历过空头市场的话，哈，你千万不要以为股票很好做哈、啊，你懂我的意思。那尤其当这个当大盘指数跌破了年线之后，哈，做所做的这个中期性的这种修正，你要你要有那个风险意识哈、啊，我也在跟你提醒这件事情，不是说。 几天一一,一个多礼拜没创新低，就那开始什么又给你每天都有涨停板。我就讲现在现在每一天对不对？很多投顾老师啊、哦，昨昨天涨停的他们有，今天涨停的他们也有，啊明天涨停的他们还有，哼，好，你懂我意思吧？好吧，好吧。不过当然就说当在今天这个盘面上是以这种低价股在那边这个撑盘的时候呢，不过当然了，今天你说这些有没有比较稍微体质好一点的公司，稍微有表现的？要归今天以整体来讲的话哈。 当然，今天的这个货柜跟这个散装航运股，今天整体来讲，归我我我我现在跟你讲的股票，都不是跟你讲，不是跟你讲某一只股票，因为因为在这个地方哈，唯有那一种，这个某一个产业哈里面的股票能够整体强的话，那代表说这一类股票呢，它这个涨的时间跟幅度可以稍微比较好一点。如果说一个产业里面， 比如说，譬如說十家公司，只有一两家股股票涨，其他的都在跌的话，对，那那个东西哈，那只能叫做零星个别股了哈。那但是重点是，我们在观盘跟我们在这个比较在找股票的时候的话，就是一个一个小产业啊，同一类型的股票，它有没有整体强，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一一一一个一个参考的依据。那其实以今天来讲的话呢，哈，我想今天如果说你有看盘的话，那今天这个货柜啊跟这个散装，算是今天盘面上的唯一唯一，就是说。 以体制跟跟本业来讲，跟获利来讲的话呢，是唯一啊，这个脚步比较整齐的哦，比较整齐的。那为什么今天这个，尤其货柜这个地方，为什么今天这个货柜表现的还不错呢？其实有个很关键的这个消息了哦，因为你要知道，其实这个这个过去是两个多礼拜啊，其实这个像货柜三雄有没有？本来在五月初呢，涨过一波之后哦，因为这个市场上本来认为是说啊。 大概从差不多这个六月份开始哦，就是下半年之后呢，恐怕这个航运的价格要开始要要要往要往下走了啊、哦，因为这个呃，包含就是说这个所谓的这个塞港的问题逐渐结束啦哦，那这个因为就是因为另外就是因为这个呃，物价膨胀的太厉害呀、啊，那消费的那个毕竟消费者的消费的力道又 <coughs> 在减弱嘛，那如果说这个呃。 消费者的力道减弱，代表的需求面在减弱。那需求面减弱的话呢，那整个的这个航运的塞港的情况就会就会就会减轻哦。所以货运的价格可能会崩跌。所以这是为什么？其实从五月五月份之后啊，这个啊、呃，不管是这个货柜或是散运的散装的这个股价呢，其实都跌过一波。但重点是，当这个过去两三两个多礼拜，这个货柜的价格跌下去之后呢？ 那但是问题是，这一两天又出现一个新的消息哦，这个东西恭各位注意一下，就是这所谓的这个这个美国西部这个码头工人呢、啊，这个又开始这个，因为本来前一阵子他们这个劳资双方之间呢，就是为了这个新的为了薪资啊，两边开始又开始进入一个新的谈判。那他谈判可是谈判到一段时间之后呢，他们这个代表这个劳方的哦，这个 l w u 呢，这个所谓的这个码头仓库联盟啊，他们就哦停止跟这个资方。 哦，停止跟资方的谈判，那这个停止谈判呢，意思等于就是说，这个可能要他们又要用一次新的罢工哦，来来增加他们的谈判筹码，哦，增加他们谈判筹码。但是问题是，当。 你知道，因为本来这个中国大陆不是整个的过去两这个两个月不是上海啊封城啊、哦什么什么这种东西，造成这个很多这个中国大陆的那些产品没有办法这个这个出口，没办法那个出口嘛。但是现在反而是他们上海开始解封了，有没有？所以在大陆开始要复工的时候呢，可是呢这个美西的码头工人呢，这个跟资方的这个议约呢却喊停了。那这种情况啊，哇，本来这个就是本来让。 这个这个国际的这个航运价格本来开始已经有这个要往下跌的这样子的条件呢，可是因为又因为这个原因呢、啊，结就这个这个货柜的价格呢又没有往下跌啊，反而又开始往上做，又开始往上弹上去。譬如说这个我们以这个所谓的这个啊这个大陆的出口的先行指标，就所谓中国哦、啊、出口集装箱那个运价指数哦、啊，这个所谓 CCFI 呢。 这个上个礼拜就开始率先大涨，那目前美美那个远东到美东哦，到美西的航线的涨幅呢，又达到了九趴九点二趴跟七点七趴了，所以就说本来本来市场已经预期说哦，大概下半年整个的这个航运价格开始要往下去，结果反而在这个地方啊，反而又往上做，反而又弹上去了，反而又弹上去了哦，所以这个情况呢，反正造成就是哇，那这样子的话是不是？ 那这个货柜啊的这个航运价格又又不会像本来预期的时候会跌下去，这就是为什么反而今天呢哦，像这个长荣啊、万海呀、啊、这个阳明的股价又上去的原因，在这个地方。那而且重点是说，这个不单这个消息面上有这样子的情况产生呢、啊，而且就是说，这个毕竟呢，因为今天这这货柜这三只股票的话呢，啊，股价本来到到上个礼拜五，等于是压在五日线、十日线是一路往下做修正，但是反而今天一根红棒呢，是等于从又重新。 站回到整个短期均线之上去了，哦，所以就是说，等于目前来讲的话，从这个技术面来技术面来讲也好，哦，从这个未来一段时间，哦，因为这个，因为他们这个暂停谈判也不是不会只停个一两天呐、啊，而且就算说重新恢复谈判的话，那一样就是说，这个因为现在资，因为就是因为现在劳方他为了要拉高工资嘛，所以就是说在资方不愿意让步的情况之下，所以这个僵持会是一段时间。那如果又是一段时间的话，那所以这个。 这个货运价格呢，那基本上就掉不下来啊，那所以这个反而又变成是说，这个当这个货柜这三只股票短线跌多了以后啊，反而又出现一个短线哦，一个一一个往上反弹的这样子的机会啊。那重点只是说，因为今天刚好整个的整个的这个股价呢，已经重新站回到这个均线之上去了啊，所以这个地方来讲的话呢，反而是未来一段时间哦，你可以特别注意的股票。所以我特别强调，因为今天盘面上啊，除了这个货柜跟这个散装这一群呢。 比较强之外，其他的股票都是那种所谓的低价股，有没有那种什么十几二十块，或者很多那种小妖股啊？那个地方，那涨那种股票，其实我说真的哥，我相信，假如说你是一个资金比较大哦，这个比较稳健保守的这个投资人的话呢，我想那些五十块以下那种什么一二十块、十几块钱的股票，我想再怎么涨，你也不会去买那种股票吧？然后你懂意思，那那么都是玩比较喜欢玩短线投机的了。所以我想说，如果说你你真的是这个比较是。 你做股票同会同时考虑技术面跟这个基本面的话呢，那反而这个货柜哦，这几只股票，我想未来一段时间反而是比较大家就说你这个比较这个会会注意风险意识的投资人，你比较会反而你比较去敢去买这种股票，对不对？我想这种他们毕竟他们的体质啊是比这些所谓的这个小妖股是算强太多了了哦，所以我想这个地方那既然这个货这个航运股呢，今天的股价有有重新振回到这个。 短期经验之上去的话呢，那反正在这个地方哦，你不妨，如果说你还希望说能够找一些这个基本面够强哦，不是说只是买一些这个，不是纯粹靠技术面这个短进短出的话呢，那哦，大概像长荣啦这只股票，到时可以注意一下了哈、哦，是这样子，好吧？ 那另外呢，这个另外这个今天盘面上除了这个小妖股之外的话呢，倒是有一群股票啊，这个股价表现的还不错。从上个礼拜五其实到今天，就是电动车这一块哦，电动车这一块，你知道那个同志有没有？算是电动车里面算是比较这个领头的了。这个股价已经短线已经强了好几天了。那另外车王店哦，我想我想车王店大家也也不陌生了、啊。这个股价现在今天已经来到六六十四块这个地方，那就是因为它这个有没有？就是这个华德动能啊、哦，就是因为将来台湾这个所有的这个。 这个因为因为政策性的推动啊。就是、说这个台湾哦、啊，在这个二零三零年之前，台湾所有的这个公车呢，都要全部转换成这个电动公车。那而且这个目前这个这个因为华德动能，因为它的技术最领先嘛，所以目前几乎是百分之八十以上到九十的这个市占率呢，都被华德动能拿下哦，所以这个对于车网店来讲就很补啊，对不对？而且这个不单。 车用电跟华德动能呢，已经拿几乎已经拿瓜了台湾的这个这个电巴的市场，而且这个他们其实华德动能已经跟日本哦的厂商合作，要去攻日本那一块。那因为华德动能它的这个技术很领先，目前等于说是华德动能把技术还这个还等于说是引引到这个日本那边去，所以这个这个因为它的。 技术能力很强哦，所以这个将来在日本市场那一块呢，也很有机会去拿下很大一块市场哦。所以这个来讲的话，所以这个就是未来的以长未来长期来说的话呢，哦，这个对于这个华德动能也好，对于双能来讲的话，其实它长期来讲是有一个机会，而且重点是。 创旺电呢，经过这个哦，将近半个多月，从五月一直跌跌跌，跌到跌到上个礼拜五啊，这个终于这个在我的我们在我的那个大附线系统啊，重新出现一个新的买进讯号，有没有？类似于像这个地方哦，重新出现一个新的买进讯号，所以果然不但上个礼拜五涨，今天呢，短线继续往上涨哦，所以这个地方等于说这种股票，它是等于说从修正完毕以后啊，重新又开始这个往上去，所以这些股票来讲的话呢，倒是可以注意一下，因为我在讲我说过，因为我位置要我请你。 替会员所选的股票，我觉得不去买些什么十几二十块钱那种小妖股了。那再怎么样都都得考虑一下哦，它的基本面够强哦。所以这个来讲的话呢，这个是，就是说这个除了这个技术面已经重新回到一个偏多的走势之外，但重点是它的基本面是够的哦。所以这些来讲可以注意一下。那另外当然呢，像这有些涨多的股票，像、啊、元泰有没有？上个礼拜我盘中啊、呃、高点创了历史新高之后的话呢，那。 开始短线压回一下，那今天哦是有继续往下做压回，但是还好就是说，虽然说只理了两天，可是各位看到没有？目前基本上啊，今天的低点呢、啊，大概刚好打回到这个大附线的第一个支撑哦，也还没有跌破那。 明那未来未来几天呢，只要这个不跌破的话呢，那叫做强势整理，代表说那元泰还有机会去继续往上攻。那基本上就算说一百九十三哦，这个第一条支撑线就算跌破的话呢，那目前在一八五这个地方这里哦，这里是一个关键性的大支撑。你们就像过去这两个多月以来哦，那个原来的股价都打到大幅线这个这个支撑二，就所谓的大支撑的都没有跌破，所以股价再创新高哦。所以目前这个一九三一八五这个地方呢，是未来哦两个这个。 官盘的重点所在，好吧，因为时间关系哦，我就说反正就是这个，这个股票啊该怎么做啊？之后你自己实在拿拿拿捏不准的话呢，过来跟他微国清。我在讲，今天微国清我做股票，我不单这个考虑技术面啊，却从这个基本面包括你挑一些真正体质好的股票，然后呢再搭配的时候的大幅线有没有？是贵，其实微国清比别人具有一个绝大的优势就是。 我我们在法人圈里面开发出来这个所谓的这个大弧线这个系统啊，透过这个转折线呢，就很清楚的知道一只股票、啊、哪里是一个破段起涨的位置哦、啊，什么地方是一个所谓的逢低买进哦，所以这个来讲的话，对股票操作呢才是实实在在哦、啊，股票只买只卖，百战百胜哦、啊，懂的意思吧？好，所以各位过来，如果你这个股票该怎么操作你不知道的话，跟上韦国庆。另外不要忘记了哦、啊，这个因为节目时间有限的，所以这个很多的资料我会放在这个群组里面哦、啊，所以请你扫描这个 line 的 qr code 或者这个 t e r y qr code。 你越到加入微信的群组啊，那从里面可以获得更多的这个关于大盘、产业跟个股的资讯，好吧？好，祝大家投资顺利，明天到时谢谢各位。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家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